市场一尾一尾的土托鱼正在称重，按照大小还有卖相，整排放着等的贩售。那么售后老饕也跟着抢标，目前五六公斤的鱼一公斤大概是买三百五十块钱左右，一条等于便宜一百多块钱。现在是吃土托鱼的时候。啊，今天介绍比涨哦，这本钱介绍不那吧？介绍不那吧？哎，不那不，不那是个宝贝，都学不那吧？啊啊，所以他们学不吧？哦，连续大半个月恶劣的海象，这两天天气放晴，有大批的土托鱼纷纷的游回到澎湖沿海来觅食。渔民出海捕捉，结果意外的遇上了大批的鱼群，一艘一艘满载渔获的渔船，竟港蟹鱼形成了难得一见的荣景，渔民乐得大丰收。